于来了，为了恭候您大驾，妾身可等了好久呢。暂时安全了，趁现在击破被凝固的黑洞。我快撑不住了，姐姐就要把你拉回去了。还不明白吗？这世界早已无可救药。去了，还不明白吗？这世界早已无可救药。
拉回去了。司马越，你为什么要和我作对？帮助他有什么好处？淹没在这虚空之中吧。群星的力量吧，我快撑不住了，姐姐就要把你拉回去了。那个小贱人保护不了你了。你又能够做什么呢？就和妾身一同享受这末日的欢愉吧。英雄，不要畏惧，击破彼岸之眼，削弱黑色太阳，